真的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件了。但是既然遇到，我有这么多法亲的支持啊，我会坚强走下去。很多话，很多都藏在心里。对啊，很多，因为他其实看到我也是很难过。对啊，但是他不会表现在我面前。就是每个礼拜都会看我们那些，烧伤的一些变化。对啊，然后为我们带来很多鼓励跟打气。对，那其实这对我们也是蛮有帮助的。